好，这时候来看这个角球，下半场的第一个找远边的门柱，但守门员啊，他出来，哎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这时候虽然守门员，哇，十八号的许元廷已经拦住了，但是人跟球一起进到了球门里面了。这又是李秀琴在下半场的第二颗进球了。难怪包先生刚会急着赶快把这球给拿回来啊，因为他们知道有角球就有进球啊。不过这球虽然即便门将已经把这球给接住了，但是在足球